第一章，中文字母，上篇。我们人是住在天之下，地之上。白天，我们看到太阳，简称日。晚上看到月亮，简称夜。看地，地大物博，抽丝剥茧，整个大地其实是由五个元素构成的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然后看人，人有人体，人呢最复杂的就是我心。当人知道怎么样控制我心的时候，人就有了智慧。有了智慧以后，要行动，要靠手；沟通，靠口。现在，我们把日夜金木水火土跟 A B C D E F G 对应。日呢，它的剑就在 A 字剑上；夜呢，在 B 之间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所以日夜金木水火土跟 A B C D E F G 是对应的。人心手口 ，O 是人 ，P 是心 ，Q 是手 ，R 是口。比如说，我现在要输入一个日子。按一下 A 键，然后再按一下空格棒，日就出来了。仓呢，它是日日，我们就打两次日日，再按一下空格棒，仓就出来了。再看名字，各位也知道怎么猜的，日夜，日是 A， 夜是 B， 再按空格棒。朋，夜夜，杜，木，土，空格棒。炎，火火，贵，木，土，土。现在我们来猜以下句子：生灵、吉人、心智、人品、木盆、火焰、吐口水。生灵的生，木木木，木木；吉人，吐口人；心智，心土心；人品，人口口口。木盆，木木叶叶；火焰，火火火；吐口水，口吐口水。